小朋友们，刚刚贝利亚失败后躲进了金蛋里边了，让我们赶快帮助赛罗找出来吧。我们先打开第一个看看，小朋友们快看，是变形字母，他们会是哪位奥特曼呢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，这个是字母 W， 给它变形看看。这个穿着绿色铠甲的奥特曼是哪个呢？我都不认识了，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是字母 O， 我们变形看看。变形完成，这是欧布奥特曼。看到这个大眼睛，小朋友们知道是谁了吧？没错，他就是大眼怪加恩寇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。哇，小朋友们快看，是龙装战甲 X 中的运动汽车雷利，他还可以变成龙战士形态呢，我们赶快给他变形看看吧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金蛋，贝利亚会不会躲在里边呢？是两包卡片。我们来看看，第一个是 Max 奥特曼、摩格巴萨、摩格庞顿、杰德奥特曼、布鲁奥特曼，大地形态。再来看看第二包，第一个是欧布奥特曼三重形态，第二个还是欧布奥特曼、泽塔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基米形态、布鲁奥特曼大地形态，还剩最后一个金蛋，小伙伴们赶快给我点点赞，找出贝利亚吧。哇，是两个变形战车。哇，我们拿出来看一看，先看第一个，小朋友们看出来是谁的战车了吗？我们来给它变形一下吧。锵锵，奥特曼出来啦。没错，它就是赛罗。我们再来看第二辆，这个战车还可以滑动呢。现在来给它变形看看。锵锵，找到贝利亚啦。看你往哪里逃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啦。喜欢的不要忘了点赞订阅，拜拜。